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睇2023年擂台赛系列赛二嘅名次赛啦，第七、第八名嘅争夺战啦。咁啊，镜头左手边女仔黄海彤，镜头右手边系男子球员黄汉林。咁啊，嚟到七八名咯，系佢哋今日最后一场波啦。咁啊，虽然系第七、第八名，但系都有个奖金同埋排名分的獎勵的。咁啊，第七名有港元900元，同埋嘅獎勵分是30分嘅。而第八名咧就係港幣的700元，同埋獎勵分的25分嘅。咁啊，都有啲競賽意味喎。都有噶，為名次、為打法，甚至為獎勵分都是重要的。咁啊，但係我哋啱啱睇上一場啦，即係富方組嘅四強啦，咁啊，黃漢林就好似過於放鬆，反而啊，海彤就爭勝心大啲，不過可能體力上有少少攰。去到尾局就黃海彤就唔係咁有體力，爭少少，但係我都好期待啊，黃漢林會唔會有啲表現嘅波，因為初步睇我見佢幾場左手對左手就好似未發揮到啲佢啲表演嘅打法。但係而家對翻右手又係粒仔球員，會唔會好似頭先對李開文嗰種嘅打法咧？我都密熱切期待。咁啊，左手啲線路啊，的而且確同平時我哋右手有啲唔同。咁啊，要隨心所欲去打啲高級波、表演波啊，難度就多咗。兩個都笑笑口喎，咁啊，即係輕鬆啲啦，即係少少。雖然係正式比賽咁啊，但係嚟到爭七八咧，咁啊，大家都冇咁拘謹啦，明顯。我哋叫享受呢場嘅比賽同埋個賽事啦。因為好少有，即係香港一般嘅比賽都甚少有，即係名次得爭嘅，即係可能俾人淘汰咗就冇噶啦，冇得再打。咁啊，都係其中一個幾好嘅經歷嚟嘅。可以放開懷抱咁打。好耐以前總會有啲排名賽係都有名次嘅，即係我哋計排種子嘅，即係未有而家嘅排名分賽制嗰陣時名次都緊要嘅，即係講緊歷年嗰個種子啦。好，0-0。第一球已經想表演下俾你睇哋喎，其實海彤都有嘅反手 backhand 攻嘅。咁啊，黃漢林上一上，贏0-1。1-1，可能休息完之後咧，阿海彤又好似精神翻啲喎。都冇手軟嘅喎，都係真係打嘅喎，黃漢林。係啊，睇得出啊，海彤都有少少即係試下波試驗下，啱啱一直就係咁多場波都冇乜呢份走上去彈呢份波，啱啱都試一球。咁啊，呢啲比賽啦，即係競賽意味冇咁大啊，絕對係適合研究一下啲新招數啊、新套路嘅。咁啊，為下一個比賽、將來嘅比賽做準備。係咯，一個好好嘅練力啊！我見到多咗反手踢㗎，即係之前冇㗎啦，有啊，多咗㗎。其實係應該早少少嘅賽事情況係用到得，但係而家當然叫做名次賽啦，都放開嚟打，咁又試下，又有削波咯喎，哇，又嚟咯喎，好轉喎，有翻啲表演波睇下都，海彤都支轉嘅，都少少浪翻過去都浪唔住啊，真係比上中仲要轉，都有反手攻擊，有的，真的仲要很大板很殺色添。見到圍板嗰個位置都轉咁樣，都好犀利。係啦，即係呢份波我覺得係要有，即係得身都一件事，但是要多少少主動起手。可能彈喎，反膠喎。
粒仔嘅技術都用得到。係，典型係啲真係手感好好好嘅球先做到呢啲高難度波。就算離台都想嚟一個側切啊！和漢林都放開咗，即係咩打法都出嚟。我覺得呢啲賽事幾啱佢打啊！真係可以放鬆啲。同埋逆船頭先都冇乜開啲局都有事，都真係任佢發揮啊！叫。哎呀！真係有啲手軟啊，攻攻下自己唔攻，好似有少少想碰翻過去就算咁嘅感覺。其實黃漢林嘅無謂失誤都幾多啊，即係雖然有啲表演嘅成分，但係海童都有發球變化嘅。係，呢啲打法一定係失誤多啦，即係中起上嚟就哇，好靚好誇張，掌聲。但是一失起上嚟咧，就好似好難上台咁嘅。都 sorry 啦，呢個能人網其實都諗住可能台底撈翻上嚟，奈何楞咗網啊！九比十，黃漢林發球。真係好鬆嘅，見佢完全係咁壓力冇乜掣肘喎，見佢打波。哦，靚喎！反拉有質素，有轉。漢林呢分波啊，真係男子球員都好難封到啊，更何況一個女將。我哋叫網友打咗。反而我覺得海童呢場波打得好過上一場，啊唔知點解，更加夠膽放膽起板。佢用咗啲平時未必敢用嘅技術，多咗啲反手踢起啊、反手跳啊，咁而係湊效嘅。咁所以第一局先勝13-10㗎啦。咁啊，海童係幾好嘅喎，即係嘗試用一下啲粒仔嘅特性，或者佢平時少用技術。我覺得佢打到呢個水平，呢啲波係有，絕對係有嘅。不過落到場敢唔敢用出嚟，或者咩時機用出嚟咧，咁就真係要睇佢啦。我覺得呢場波其實打得相當之唔錯，好過上一場。上一場就真係過於被動，即係好似明明有招，但係冇攞出嚟咁嘅感覺。同意啊，同埋多咗啲反手踢起啊，係粒仔嘅強項係要用，同埋第二局都要堅持啦。因為黃漢林個其實個質量好高啊，你劈落去其實你真係俾佢拉真係執波。我諗要堅持繼續用佢發球都多咗啲勾手嘅發球，都希望佢第二局可以繼續。好啦，黃漢林發球0-0。真係好誇張，真係一係就衝爆，一係就圍板，冇中間嘅，冇過渡嘅。哇！你啦，表演波。哦，佢都 sorry 啦，我都唔想嘅。我平時係咁打，可能再高啲，不過直播低翻少少。咁啊，女子球員啊，不嬲都少打高波嘅。咁啊，高波不嬲都係男子比賽多嘅。咁啊，突然間有個咁跳嘅高波啊，真係唔係好適應。呢下雖然個手腕好輕，但係個旋轉質量好高。咁啊，粒仔都食啊，3-1。知道自己啱啊，即係點一點頭，真係要攞啲起手，敢於起板。反而幾下大板嘅反手啊，黃漢林命中率低咗，仲未中。2-4，黃海彤發球。哇！
真係中就真係世界波，真係喺側邊咁樣穿喎，係啊，佢唔輕穿少少，嗯，其實油啲都到啊，中就真係世界波，穿越都已經高難度啦，仲要發力穿啊，真係，哇！穿完左邊穿右邊啊，掂咗個柱啊，真係，但係做到好靚噶咯喎，好高難度，好高難度，真係，咁啊。球迷啊，中意睇呢啲嘢，即係高難度波，嗯，精彩。五對五。呢局之下咧，或者對翻俾李開炆對黃海林，好似黃海彤反而係貼啲嘅呢份。咁啊，黃海林嘅發揮都係一大差距啦。咁啊，對李開炆嗰場明顯就順好多，隻手咁命中率高好多。咁啊，自從落咗去呢個名次賽之後咧，咁啊啲手感就好似爭啲，咁啊冇咁緊，冇咁要。黃海彤都有個側猜，放短，哇，好嘢喎，再縮佢，哇，冇中計喎，見你騰後我擺完一個，見你再騰我再擺，咁啊都係好聰明嘅做法嚟嘅，唔同你硬碰，我知你放高波有一手。佢幾下想打黃海彤嘅正手大角，但係就多咗啲力就出咗界。七對九，黃漢林。哇！七對十。七比十，其實開局係有分喺手，中國都係，但係美國可能有啲波。可能又想表演一下，就揸得唔緊啦。而家落後緊，咁啊一板衝失咗，咁啊輸11-7，咁啊黃海彤贏第二局2-0啊。咁如果照呢個趨勢，可能黃海彤有機會3-0啊。嗯，犀利喎！我覺得最處得最好係嗰兩個高波，即係見到黃海林吞後爆咧，佢又冇心急喎，佢又真係縮翻個 set 得幾好。係啦，呢個都係海彤嘅優點嚟嘅，即係佢。力量未必好硬啊，即係未必好硬實力，未必好爆衝嗰啲。咁但係佢啲控制啊，一啲小聰明相當之唔錯。同埋佢都醒啊，即係啲高波咧，佢用粒仔咧擺翻短咧，佢就算要擺咧，因為粒仔個波沉，佢再想放高其實係有難度。係，同埋啲波比較冇力啦，即係比較一出台就急墜。咁啊，對於一個褪咗後嘅球員嚟講啊，好難處理。咁啊，到底我哋最後一個八強入邊最後一個女將咧，會唔會？贏了這場球咁啊，攞到第七名咧，我哋拭目以待啦。第三局，黃海彤發球，0-0。哇！都唔使睇你。呢板就有少少唔係好講咧，因為正點係超重下旋，佢仲係發力前衝，就仲真係超高難度嚟。咁啊，黃海林啊，不嬲都係打啲高難度波嘅，低難度嗰啲我唔打噶。原來係咁。係。即係見佢都係啦，正常上台佢都唔要嘅，佢要嘅穿越嘅，散條硬啲嘅，花巧啲嘅努力。唔係，海彤係好咗㗎，你見到嗱多咗反手嘅嘗試，哇冇辦法，這個冇辦法，太誇張啦。海彤已經好靚，完全冇得個台啊！呢個係穿越衝咗，冇彈起啊，唔係冇得個台，係一台但係冇彈起。3-2，呢啲可能要慢鏡都未必睇得清楚啊！嘛，個板波真係。就係呢啲波，即係好聰明啊！呢板波真係可以俾啲數碼上升。海彤其實打得好，同埋敢於起手喎。反手敢起喎，希望佢之後比賽都係咁樣做，咁我哋香港打啲國際賽有啲希望。嗯。
咁佢都係一個即係好有力嘅繼任人選嚟嘅，係、嗯、啊。矮段都啱，不過就太短了，短得滯啊，過忙。哇！側船嚟，大回環啦，又嚟又嚟，大回環。嗯，但係海童係靚嘅，因為佢今次反手多咗起手，同埋起完再打都好好啱嘅。奈何黃康林真係太高級。嗯，同埋海童啲發球變化係都女仔嚟講都算多，多咗呢局係多咗，反而嚴就係之前個比賽冇咁多。係咯，唉，即係我都覺得有啲可惜，即係啱啱嗰場名次四強賽啊，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再好啲，係啦，好似有啲嘢未出，未用出嚟咁嘅感覺。嗯。五對七，黃海彤。嗯。哦。都呢下其實食虎玻璃，可能想再加啲高難度，咁啊時間慢咗，打三分，而家六比七，黃海彤發球，好靚啊呢份，勁鐵網勁低點彈過去，其實真係有呢份波啊，有啊，同埋佢有加減力，就係我就嫌係用得太遲啦，早啲賽事用可能更加好。嗯，我覺得要變一變，即係幾分都係擺正手段啦。黃漢林啊，做好準備，變一變擺個反手，或者輕挑一個會唔會好啲啊？反手佢挑到㗎，可以試一下咯。嗯，齋擺未必著數，係自己起手先係啦。即係你俾人拉到，我哋叫冇辦法啦，即係質量嘅。但係起咗手又自己主動少少，可能就會有優勢啊。係、起咗手先。嗯，有啊，佢呢局係呢場賽事係多咗好多，好咗好多。應該之後啲比賽都嘗試用多啲就更加好。哇！呢份靚，哇！翻嚟等住嚟反打，誇張啊！真係冇得防喎呢份。哦，子彈式反手啊！子彈式嘅反手之下，好啦，黃漢林追翻一局十一比八，總局數二比一，黃海彤仲係領先緊嘅。咁啊，黃漢林好似美局就翻嚟啦，啲翻嚟啦啲波，嗯，同埋會唔會黃海彤好似有個即係唔係咁好地方？好似我發覺佢好多時中美局嗰啲係咪體力唔好夠咧？好似。真係爭啲喎，可能對於即係對籃球對籃子球員嚟講，就體能消耗比較大啲啦，即係每一球要特別去小心啦，因為質量較高。嗯，咁可能去到局尾就體能唔係好夠氣啊，係體能下降咁樣。同埋都嚟到即係佢今日最後一場波啦，都打咗四五場波啦，咁啊都有對削球，有打足五局，咁對個體能消耗要求係真係大。看來未來的體能都要加強，而且值得欣賞的地方是他粒仔那裡是有應用到粒仔的強化，即是反手踢起、反手壓、反手彈都是有，希望他可以繼續。第四局再看看黃漢林會不會有些新的表演方式的打法，零比零，零對一自己都好像不知道自己中不中的感覺，真的這樣，這板是很衝的，中就仲就冇得接到啦，系啊！誒，石波，哇！哇！佢仲要撩個波，撇正手，哇！太高級，奈何呢個我諗要直板先做到，佢揸揸下都咬曬手啦，已經。好啦，二比零。不過佢分削球啊，真係弧線好低喎，真係。我諗就算打削球手都未必削得到。係啊。手感好到咁樣嘅真係，一對三，
其實有就有啦，可能耐性啲啲拉起其實係到嘅，不過佢我諗佢個風格係中意咁樣，嗯，一板過，一板過係啦，冇錯啦。哦，哇，係左手添。啊，不過上場都講到而家，阿海彤嗰版跨步正手拍好似都越嚟越有數喎。好咗，好咗。係咯，都係嗰句嫌用得太遲一下。嗯，但係而家海彤係沉着應戰嘅，係領先緊嘅。咁啊，捉阿黃漢林嘅漏洞就有機會勝出呢一局。咦？使乜停一停啊？媽咪使乜幫佢？係啦，呢下其實可以停嘅。係。我覺得如果去到決勝局啊，海彤就下風啲啦。同埋呢版就唔應該咁樣用一個白色嘅紅波，因為阿色個紅波變咗冇勢，同埋呢啲花巧嘢啊，黃漢林比你強又未必咁著數，我覺得係咪啦？係咪啊？你咁樣打唔得，你正正路路輕輕向前、向前、向下壓落去，其實足夠。你撇個波冇冇乜著冇乜著數粒仔嚟咁，變咗冇勢波，黃漢林仲好打。嗰下冇嗌暫停，之後就連失好多分。撳停咗自己分牌。如果而家唔用，就只能夠再揾機會或者第二局再用啦。不過我就覺得錯失咗時機。俾阿黃漢林發力去拉嗰分波，真係幾難受嘅。個女子球員嚟講，真係。同埋好多時中後局，我就覺得黃海彤就好似少少叫體力不夠。變形啦，有少少。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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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係有少少嘅下風。喂，又嚟削波，哇！哇，削波！哇！削球手喎，變咗。哇！如果啲觀眾而家先開，會唔會以為阿黃漢林係一個削球手啊？其實佢都有呢個潛質嘅喎，因為我哋都缺乏削球手嘅而家。其實係攻波嘅。嗯。我提仲要係攻得好出色添。嗯。呢下就少少鬆啦，有啲大意，但係有分喺手嘅。咁啊，黃漢林都暫停未嗌啦，係咪？咩？但我相信佢未必會嗌，佢都留翻第二個勢。嗯，冇錯啦。咁啊，黃漢林佢嘅質量同埋力量，反即係追平翻啦，2-2啦，11-7。咁啊，海彤其實有個好開始，但係嗰下4-3開失咗，冇嗌暫停之下就四分個分牌撳停咗，去到差唔多尾局先即係啲分牌開始攪翻，咁但係為時已晚。咁去到呢度，海彤點樣可以打好第五局咧？而家羅 Sir， 嗯，咁我都覺得真係嗰個暫停係除咗啦，即係要截一截對手嘅氣勢之外啦，咁啊俾自己體力回復，因為我哋啱啱都講過，佢去到美局咧，真係有少少變形啊，即係有少少體力不濟嘅感覺。咁啊，嗰一分鐘咁其實對於球員嘅休息嚟講好重要啊，咁飲啖水，抹一抹汗，咁啊重整旗鼓再出發。咁啊，但係如果一路都係咁樣落去咧，咁啊體能只會越嚟越差嘅，咁啊去到局尾啊，直頭發揮唔到自己水準添。或者佢有版少少想撇嘅反手擋，可能我諗避免啦，因為撇咗嗰版冇乜著數啊。咁希望佢去翻向前，但好啦，第五局0-0，次次都係嘅喎，即係休息完出嚟個板波特別好嘅，即係體力足夠嘅時候打得特別好嘅。咁可能真係要利用多少少六分抹汗啊，或者嗰一次暫停時間。我諗。可能我哋打波就簡簡單單打翻正路，應該攻就攻，應該打就打，咁就 OK。因為黃漢林有時好中意，即係有時撇啊、界啊、踢啊，有時你跟咗佢嗰個方式打咧，未必啱自己，反而就中個圈套咯。我覺得。
佢呢局接發球就反手未起住，會唔會留翻中局咧？但我覺得都要起一起啊！你劈就冇乜著數，我覺得。都係引你打色嘅啫，真係。呢下就係啱，不過我 feel 到黃漢麟就諗住彈到好刁轉，咁咪變咗失咗3-2。哇！又嚟。咁啊，黃漢麟不嬲，一係就唔起手，一起手啊要攞你命嘅。呢下就我哋叫 stoppery 啊，即係側領拉啊，咁都係好細啊，3-3。係嘛？呢啲波就唔，我覺得就唔應該跟阿黃漢麟邊度。你介如果可能對翻女子強勇 OK， 但你對黃漢麟就即係生菜咁食啊，佢就多謝咁啊，自己要注意下。又嚟。哇！小心啊，好轉啊，睇清楚啊！有喎、啊，佢呢個背面嚟接喎、啊，不過打咗反邊，中咗就都真係好轉咯、啊，超級側旋咯、啊，可能飛咗埋牆都似呢、這個波真係一滴台就4-4。留咗少少又好啦，5-4啦，雙方加入位置。越睇越有啊，丹如口氣嘅感覺，打法真係。感覺上好似好過，我覺得嚇，因為丹如口氣冇削波啊。同埋身高係黃漢麟高過丹如口氣，身高就有勢，中距離可能我覺得佢會比丹如口氣好。雖然有少少擦網，但係都值得鼓掌嘅呢份主動去側身去攞分。側身拉係都係黃海彤嘅強項，佢用係要及時要用。7-5。有啲亂，係暫停。黃海林首次係暫停，睇嚟都雖然話第七、第八名呢個賽事其實都緊張咁咯。但係佢都係揀六嘅倍數嚟暫停喎。我哋呢兩日做嘅直播都係好興6-6啊，12分啊走去嗌暫停。啊，呢個明明係一個抹汗嘅時間嚟嘅。佢一嗰幾下係可能佢發覺打到第5局都係要攞下咁啊，打暫停啦。同埋嗰幾下係咁啱失咗嘅，咁都嗌下啦。咁始終第七名好過第八名，獎金又多少少，獎勵分又多少少。同埋佢會唔會打翻啲正路波、簡單波，其實就會追翻近嘅咯。我覺得就，但係啊，海彤，你俾佢一分鐘休息完，體能恢復咗又會唔會好啲咧？應該會。如果海彤佢繼續側身長拉，或者佢反手真係剔起咧，就可以攞埋呢一局噶啦。好啦，7-5，黃海彤發球。哇！靚噶啦，側拉反手粒仔彈衝，好靚，奈何楞咗網，係一個死網，8-5。我見黃漢麟開始有啲火咯喎，著緊翻啲咯，8-6啊！相信佢呢場波都投射欲都係有嘅，咁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嗌暫停啦。即係如果佢放棄嘅話，咁直接就完咗佢啦，咁嗌得暫停，我覺得佢就想贏嘅呢場波係。想贏啊！開頭唔覺，但係見佢可能打到都第5局，落後緊，佢反而著緊啲，可能佢領先緊，我驚佢會鬆容輸啦。咁可能對佢嚟講係好事。調翻轉，海彤係咪仲未嗌暫停咧？未嗌。佢8-7喎，而家。係咪嗌一嗌咧？可能佢睇到覺得恢復夠咁啊，打得球先。8-8。要嗌咯喎，睇嚟。因為佢8-6、8-7，因為嗰幾下要擺明黃漢麟係真係同你打實力波，力量質量旋轉，黃海彤要諗一諗啦喎。一分半集啊，半集落去啊！我都有啲花巧嘢㗎。咁啊，同埋嗰下都沉得嚟唔係好出台啊。第二跳啊，黃漢麟捉唔到，打咗反邊，9-8。今次暫停完真係
好似局尾都緊翻啲喎。即係次次我哋話佢去到尾段就有啲變形，但係今次又冇喎。因為就頭先黃漢同埋陣文變咗，佢都有啲優勢嘅。咁啊，恭喜啊黃海彤啦！咁啊，總局數3-2贏11-8。咁啊，女子喺呢次嘅直播賽就贏咗咯，第七名。咁啊，恭喜黃海彤，同埋係進步咗嘅。係，都難㗎，即係一個女子球員要喺男女混合嘅賽事入到前八名咧，都相當之唔簡單。咁我哋恭喜啊海彤。好啦，咁我哋都係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見大家。